再来看爱的二八定律。该剧由杨幂、徐凯领衔主演，李泽峰、汤晶妹、王子璇主演，刘琳特别出演，讲述了精英律师秦诗与资深宅男杨华两人阴差阳错被结婚，却意外获得真爱，携手奔向美好幸福生活的故事。徐凯比杨幂小九岁，看来八五花都喜欢在剧中玩姐弟恋了。接下来是《梦华录》，该剧由刘亦菲、陈晓领衔主演，柳岩、林允、徐海乔、戴旭联合主演，根据关汉卿原曲画《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讲述了赵盼儿、宋引章与孙三娘三人在经历了举步维艰、种种磨难后，姐妹三人终于将小茶房经营成了汴京最大的酒楼。接下来是《心想事成》，由毛晓彤、张丽、李泽峰领衔主演，王子异特别主演，张凯丽、孙松友情主演，于金泽、金佳、宁心、彭博等主演，讲述了孙欣、孙想这对性格迥然不同的姐妹在自由拼搏与平淡安稳中忠于本心，追寻美好生活的故事。接下来是《西有琉璃瓦》，由陈玉琪、林一领衔主演，燕子东、玛丽、唐旭、房子斌、苑染、天爱、孙凯等主演，陈晓和毛晓彤都还有一部电视剧待播，就是他们合作的《云香传》，其他演员还有唐小天、许凌月、刘冠霖、秦岚、王劲松、惠英红、黄海冰、宁心、彭博、王子睿、李洪涛、冯建宇、冉旭、刘迪、任洛敏等。再来看《星落凝成糖》，由陈星旭、李兰迪、陈牧驰、何轩林、秦天宇、周湛、丹增进美等主演，根据作家伊度君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人族皇室中一对性格迥异的双生姐妹因一场乌龙导致错嫁姻缘，不仅闹出笑话无数，更牵扯出两段浪漫唯美之恋的古装神话爱情故事。再来看《护心》，由侯明昊、周也领衔主演，王以伦、陈新宇、左叶、关智斌、刘耀元主演，杨蓉、张智尧、季晨、萨顶顶特别出演。